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平安！欢迎你们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新约神学系列。在这一集以及下一集呢，我们会看约翰福音。谈到福音书呢，我们就曾经说过，福音书里面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，就是耶稣是谁？通过耶稣是谁呢，我们了解我们。我们呢，对自己的生命呢，有一种体会、新的方向、一种的了解。谈到耶稣是谁呢，就是所谓的基督论这个问题。在讲福音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，所谓的基督论呢，有所谓的高基督论、低基督论。所谓的高的基督论呢，就是说，里面所看到的耶稣呢，是比较里面所看到的耶稣那个图画呢，是很高远的、很宽阔的。低的基督论里面所展示的基督呢，是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靠近的，就好像是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这样子。我说，所谓的高基督论跟低基督论呢，其实呢，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谁是比较好，或是谁比较弱的意思，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，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体会基督那一种的丰富而已。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，我们不禁就会问。那约翰福音的基督论究竟是属于高的基督论呢，还是低的基督论呢？我们马上就会发现，约翰福音的基督论呢是比较倾向高基督论的。让我们来稍稍点出约翰福音里面的好些的记载，让我们具体的体会所谓的高基督论的意义是什么。比方说，在这个福音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怎么样介绍耶稣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想，任何一个读过约翰福音的观众朋友都不知道，这边所说的道就是耶稣，道成了肉身嘛，就是耶稣。那你在这里，你想想看。约翰福音对耶稣这样的一种的介绍，跟其他福音书我们看过的马太、马可跟路加，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？比方说马太福音怎么介绍耶稣的呢？他用一个家谱作为一个开始，家谱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的数到耶稣。把耶稣的介绍，把耶稣的身份放在一个的家谱的里面呢，那么耶稣就成为了这个家谱里面的一员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是马太福音1章1节说的。耶稣是这个犹太民族里面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路加怎么开始呢？路加是用两个女的经历，然后把约翰跟耶稣的诞生带进这个福音的故事的里面。可是如果说你继续读路加福音读到第4章的话呢，也出现家谱，那个家谱的次序呢就跟马太不一样，它是用相反的方向来去追溯的。可是呢，它追溯的那个根源呢，又超越了亚伯拉罕，到了亚当。你单凭马太福音的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呢，你就感觉两个福音书的那一种的重点不一样了。马太是非常重要的，把耶稣放在一个犹太的场景、犹太的民族的那个家谱的里面。路加呢，把这个家谱呢扩宽到人类的一个历史，从亚当开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可是无论是亚当或是说亚伯拉罕呢，都是在人类的一个的历史或者是片段的里面。那马可怎么开始呢？马可甚至没有家谱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出来工作了，在约旦河接受施浸约翰的浸。那这个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让我们看见那个耶稣，几乎你可以追溯他的根源的。可是约翰的那个的家，那约翰就开始就很不一样了。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。所以如果说神是从拥有到拥有的话，耶稣也是。你明白这一点呢，你就马上明白为什么在第8章耶稣跟犹太人说，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已经有我的意思了。这句话放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嘛，对吗？可是这个的约翰福音没有家谱啊，太初有道嘛，一开始就甚至在时间之前已经在了，在一切的之前，在创造的根源，他就是那一位创造主。所以我们说约翰福音的基督论是高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点，就是这个开始已经看得见。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第1章里面也这么说了，恩典从耶稣基督来的。那当然，恩典超乎这一个的律法。如果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已经有耶稣的话，我们自然能够明白，律法上所有的指涉所讲的东西都是指着耶稣说的。所以在第5章，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说，五经、摩西、律法书所写的都是指着他说的。这是我们说高基督论的意思，就是在一切的之先，在所谓的律法、所谓的人类的历史，在这一切的之前，他已经在了，他就是神的自己。你说这个是约翰的独有的创建的，不是？如果说你仔细读的话，其实也不是只有约翰才有的。哥罗西书第1章15到20节不就说这个吗？希伯来书说的他就是神的真相，不就说这个吗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的相信耶稣就是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的重点呢，其实在信仰的作品里面呢，都是很核心的一个的信念。只是约翰福音在他的环境因素里面呢，把这一点讲得更加的淋漓尽致而已。高的基督论也是因为这样子呢，他是彰显神的唯一的代表。在不同的作品里面呢，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的讲法，就是说有一些的比方说良知啦、律法啦等等啊，都可以让人体会神的美善，让人渴慕神，让人寻求神。可是只有一个让我们全然的知道神，只有一个让我们全然的明白神，只有一个让我们完全的接触神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他是唯一的一位使得我们可以全然的明白神、了解神、接触神呢？因为他就是神自己的展现嘛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嘛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他是唯一的代表的话呢，我们就马上能够明白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6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能到父那里去的意思了。这些经文的意思呢，其实从第1章的引言已经让我们体会感觉到了高的基督论。只是因为这个高的基督论呢，我们也会明白耶稣为什么说我与父原为一的这样的一个的说法。在第10章的30节、5章的19到23节，他向犹太人说我与父原为一。当然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个讲法了，啊，怎么可能你与父原为一呢？啊，这个是犹太人所不能够接受的。可是呢，这个高的基督论呢，正是要说明这一点，坚持这一点，是高的基督论。是原的这个呢，如果说他是彰显神的唯一的代表，他是与父原为一的话呢？ 那他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桥梁了。所以第一章的51节对拿但业，还有腓力啊、彼得等说：“你这样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”这个耶稣的讲论呢，其实是引申自创世纪雅各的梦见，在伯特利梦见这个天梯。 这个神的使者上去，在一个天梯的上面，他说：“这就是神的门，伯特利。”当耶稣用这个旧约的典故来说他自己的时候呢，他说的就是说，他就是那一个道路，他就是那个梯，使得人可以到神那里，使得人能够明白神借着这梯到了人间，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。 他就是唯一的代表，他就是唯一的桥梁。明白这一点呢，我想大家也会明白，为什么约翰福音把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放在福音书的一开始了，在第2章的19节到21节，耶稣洁净圣殿之后呢，拆毁这殿，3天之后我要另建一个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 他说的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。当然，在这个叙述里面呢，就表面的意思就是用这个圣殿的被毁来预表耶稣的受死、他的复活等等。可是，再深的一层的意义呢，的神学的憧憬呢，就是让读者会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他是唯一的桥梁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如果犹太人相信， 要敬拜神，要体会神，向神祷告。圣殿是唯一恰当的场合，祭祀的礼仪等等等等的话，耶稣就说这个殿会被毁的，这个殿会过去的。就一个殿，这个殿是不是人手所造的？通过这个殿，我们可以向神敬拜；通过这个殿， 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应许，神的来临。这个殿就是耶稣自己。如果说对于犹太人来讲，殿是一个的桥梁的话，殿的礼仪、祭祀是一种方式的话，耶稣说不，唯一的方式、唯一的场所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他是 人和神之间唯一的桥梁，所以约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，是一位高基督论的耶稣，所以他超越了一切，他是太初已经有他，他是彰显神的唯一的代表，他与父原为一，所以是人神之间的那个唯一的桥梁，所以他是拯救世人的救主，他也是更新一切创造的主宰。 如果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话呢，他一定要拯救更新所有，不仅仅是人呢。当然，这个概念呢，要在新约的另外一个书卷《启示录》呢，就更加明显了。我们往后呢会看，新天新地，拯救的不仅仅是人而已。 而这个呢，我们要小小的跟我们曾经看过的 保罗的作品来做一个对比的，其实，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呢，也有这样一个视野。罗马书的第8章，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，在第8章里面所讲的，万物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然后这种叹息包括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，甚至已经认识神的儿女，还是在这个苦痛当中。 可是呢，上帝还是愿意拯救，拯救的还不仅仅是人，包括他所创造的一切，因为万物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所以这个救赎、更新整个的宇宙的憧憬视野呢，是新约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也是常常回到我说的，在新约神学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的救恩，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得救，绝对不仅仅是进入天堂的门券，是一个明白父的恩情、开阔的视野，对自己、对别人，甚至对所有的资源万物，都有一种新的生命的态度，一种的观点。如果没有别人，没有这个世界被创造的一切的关注，包括这个环保生态的话呢，信仰可以使我们变得非常的自私的，自己上了天堂就好了。这种信仰绝对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新约神学的憧憬，这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神借着他儿子彰显的一种的信仰，这绝对不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的那位基督。通过一个高的基督论呢，我们有这样的视野。好了，刚刚给大家讲解的呢，就是从约翰福音不同的地方，让大家能够体会什么叫高的基督论。我希望呢，观众朋友能够明白，所谓的高的基督论呢，也不是些抽象的神学概念，而是实际的跟我们的生活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这下来呢，我就跟大家进入这个福音书的内容呢，来近身的来看看约翰福音的基督论是怎么样通过叙述来表达的。第一个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的呢，就是约翰福音的第6章那边说，耶稣是天上来的玛拿，他是天上来的玛拿。那这个继续呢，这个叙述呢，是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许多人。那这个叙述的背景呢，是逾越节，更大的背景呢是出埃及，所以出埃及、逾越节等等呢浓缩在一起呢，让耶稣跟前的那些犹太人，让读这个福音故事或者听这个故事的人呢，能够想起以色列的出埃及的经历，就好像在耶稣跟前看到耶稣。品尝耶稣5饼2鱼所得到饱足的人，然后在逾越节，自然很想到就是说，耶稣一定会为人所带来饱足等等等等。是的，耶稣为人带来了饱足。可是这位高的基督论的耶稣带来的饱足，还不仅仅是肉身的饱足啊。因为肉身的饱足固然是重要，可是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肉身的饱足可以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的增进，可以带来一种不信任，可以带来了仇恨的。有些人可能为了一碗饭而跟别人过不去，有些人可能为了饭上面多一条菜而嫉妒别人，有些人可能饭上面多了一块肉而恨别人，或是说把别人东西抢过来。所以生命里头必须要有比这个肉身的满足更重要的满足。就好像耶稣说，人活着不仅仅是靠着食物，而是靠着神的话语。真正让人满足的是神给予我们的他的应许，他的同在，天上来的玛拿。耶稣在第6章就说，他能够给予人真正的满足，不仅仅是一种肉身的一种的满足，一些物质的条件而已，而是超越这个。如果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有得到真正的满足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轻看这些的条件，轻看的这些的满足，是因为这些轻看呢，能够愿意跟别人真正的分享，而不带纠结，能够愿意的、乐意的跟别人一起的分享他所有的那一种的权利、他的财富、他的条件。他是天上来的玛拿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耶稣在第9章里面呢，约翰福音在第9章里面呢，也说耶稣就是创世以来耶稣也是完成创世以来没有做的那个工作，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可以看见了。也就是从来没有人像耶稣一样可以完成一些其他人不能完成的工作。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，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可以看见。这个福音书再读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死的人可以复生。最重要的是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做的工作是人和神和好。用保罗的讲法，人被神所称义，人跟神有合一的关系，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做的事情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完成创世以来没有人能够做，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人能够做的事情，只有耶稣，因为他就是神自己。约翰福音呢，继续在第10章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那位大牧者。那当然耶稣做这个宣讲的时候呢，他的背后的根源是以西结书的34章。以西结书的34章呢，就以西结先书在神的感动之下呢，指责那一些的宗教的领袖，他们不是忠心的牧人，他们就是自肥，自己找利益，而不管那些羊群的情况，他们的痛苦。然后以西结书呢，就在上帝的感动之下提出说，神要亲自成为他百姓的牧者，他就是那一位大牧人。然后这个应许呢，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出现的，这是耶稣自己的宣告，我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那一位真正的领袖，真正的好牧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议程，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不是为了累积自己的条件、名气、财富、权力，而是愿意呢为羊而舍弃自己，目的是人跟神和好。那这个的讲法呢，其实是跟其他的作品里面所讲的是一致的。记得腓立比书保罗在2章的第6到11节说，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谦卑至死。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在彼得前书里面，耶稣义代替不义，为自己的生命摆上，使得人可以跟从他，使得人可以明白神的心意。这个也是在新约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耶稣是这样一位的主宰，是这样的一位的大牧者。也许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讲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了。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地方的领袖的那些的名人，我们以为是名人的，都让我们感觉的困惑，让我们感觉的莫名其妙啊！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权势累积条件，使得自己可以获取更多。可是约翰福音借着耶稣的讲论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希望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基础放在这一位大牧者的身上。约翰福音也通过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使人复活的，他是使人复生的这样一位主。这个使人复生就是预表复活的大能。那拉撒路从死里复生呢，他以后还是会死，可是所象征的复活，到了周末的时候就使人要复活了。这个复活是通过耶稣从坟墓里出来的那个复活来说明的。耶稣是那一位从来没有人做过，也没有人能够做到的，使人复活与神和好的那一位。他是掌控一切的主，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只有神和耶稣知道时间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里，是在耶稣的手里。他是会再来的那一位主，他是教会的主。约翰福音铺陈的这个耶稣的图画，让我们知道这位主是一位高基督论的主，他把握的一切，他掌管一切。在这样一位主的带领之下，在艰困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还是可以常常经历他的应许，他的帮助。